对，你们把今天五二零休息的主播全给取关了，好吧？把背包里面的鱼翅刷给今天还在开播的主播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主播啊！从任造性。这家阿灿的网管送的办卡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别战将军闲逛。啊，哪个主播在开播呢？就比如现在这一个啊。现在你们正在看着的啊。全军出击！能给本将军把赤兔带来吗？谢新宇的办卡。这阵容只能抓下吧，谁跟你讲，这阵容三路都可以抓，虽然中上没有带硬控啊，但是呢只要控线就可以抓，中上这两个英雄前期很笨的啊，这吸血鬼带什么呢，萃取，他不压制换血吗，不要压线就行，哇，蛇女能被卡拉丁单吃，我惊了，我感觉我玩蛇女这个英雄这辈子都不会被卡拉丁给单吃的，你怕什么，吸个红空 Q， 赵信要来了，红 Q 吸一下死了，这人不会玩，闪 Q 他就死了，怎么感觉这些人都在练英雄的呢，这待会儿这赵信去了他又要死，哎，你说这怎么搞，这个必杀的杀不了，这种必不会死的死了，这就是敌方上单我方上单的差距啊，这种情况打野就很烦了，这种上路就不用搬了啊，这上路鉴定完毕是个阿斗啊，老阿斗了，阿斗型上单，看这赵信戳不戳他，他没有过来了，掩护一下蛇女，不然他得死，来给毒，毒一下，再毒一下死了，再 A 一下死了，对吧，可以抓中下，有时候的话是可以抓的，但是因为对啊对吧，使用这个英雄的玩家水平参差不齐，所以只能战术性放弃了，其实我是很喜欢抓诺手这个英雄，我感觉他蛮好抓的，交闪这 EQ 打个被动，给 AD 烂个人头啊，这维怎么攻势这么慢呢，看能不能越一下，一打断一下再 Q 到他，你这不死减速，完了，这不是我扛的，我忘了按 S 键了，这不被他定住了，有点贪了，其实这不该走的，
刺激卡拉丁游走，这委员可以把他点到死啊。治疗给一个，再打个守护者，可以。赵信又过来了，其实可以勾引一下，我在我觉得他会偷石油人，来给个被动，别走那么快，他不贪，可以。这赵信没有一颗贪婪的心，我们下路这两个没状态的，但你血量不健康也是一种机会，为什么呢？对方他会压着打，可以可以杀的，相信我，直接架个盾过来，早点过来死了，打个被动，早点过来的话我感觉这波一个人都不用死，把这布隆的被动打上就行了，这布隆直接架个盾过来，把一个防盗门塞到德罗伦嘴巴里面去啊，我之前玩老鼠就是这样子，十几个头的这个老鼠，这不能举个防盗门就架到你面前，打你点不动他。到一波六了，感谢明天一来爱你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啊，谢谢送的飞机。我这波多个提亚马特，这赵信也六级重刃了，六级蛇女，哎，你这不死，翻座红城，一人一个头，接送的飞机，谢谢啊。再吃一层吧，算了，时间有点不够，我去反一下他的红，不然待会有人要来了。这人哪过来的？300，他应该是从这边绕过来的，我应该往这边下去啊。这河蟹还没打呢，攻速鞋赵信，我去把先锋控一下。他去下了，有一刀没砍出来，这把他单吃了，还有闪现，还是越塔单吃的，我的天，打得好呀，吸血鬼，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帮他的原因，我打一定要审时度势啊。
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掩护你，保驾护航，开路，好吧？哇，这个卡拉丁很恐怖，就摁打架，35个刀，疯狂游走。4层皮，一些塔收一下。火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7级造险。环岛造险只要前期别劣势。军事的情况下到6级还是可以打一下的，或者有战士刀的7级那一会儿直接出战士刀，这个环的爆发比赵信高，这一套爆发。但是你不前期千万不能被反，前期打不过他。前期被反了你就很难了。赶紧吃一下塔皮吧，我感觉待会儿过来没有了，我现在下去不了，没必要避了，他们在打龙太远了，赶紧在塔皮吃一吃。我看这个吸血鬼这个尿性，打野不搬的情况下他这个防御塔都是点不到的。应该还可以再吃一层，太慢了。感谢夜静人未休送的飞机，谢谢送的飞机，谢谢。啊，待会儿线这么长被拽到就死了，我走了。这诺手做了一个水银鞋，蛇女。正常，对吧？不要让卡拉丁起来就好了。有时候就得贪一点嘛，不贪怎么赢呢？招信人呢？这诺手出水银鞋这样挺好的，我方便杀的。你还想跑啊？跑。一个 R 底下外圈 Q， 再 Q 一下，闪现 A 一刀。其实真的有经验的诺手不会这么玩，知道吧？这诺手还不够老练。真的有经验的诺手，他在你 EQ 的时候会直接一打断你，要不然再一玩在外圈刮你。他经验不够老道，知道吧？像如果他直接外圈刮你的话，你用 R 就把外圈就变内圈了，知道吧？当一个跳板位移，这样外圈刮不到你，诺手的 Q 就没用了。
你要碰到会玩的诺手，他要一拉你，这时候直接用大躲他E就好了，当然得提前预判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经验不老道的诺手是怎么帮我们上单打崩的？先杀的来我，木已成舟，框住两个，解框，杀赵信，刺杀来了，别跑别跑，虚空蠕动者，来接 W 砸他砸他，减速往右 Q， 哎呀完了，我被你看这波我的 EQ 就被他打断了，知道吧？正常情况下我这波 EQ 把卡拉丁插起来，把他插死了再杀的诺手，感觉五杀有了。先来个军团盾，我再把护甲魔抗都需要啊，但是魔抗带一点就行了， 不需要太多，因为他们对面只有一个卡拉丁跟泰坦，出一点点就够了，补下血量了。这种你只需要一点点另外一种抗性的时候啊，可以出个军团很好用的。龙被拿了，这样子我来了我来了，刚才有人说我这把杀不了 A 二十个是吧？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啊！哇，这我用细节 A 小兵吗？哇，差点被他骗了。看他追不追，卡丁卡丁，哎呦，换来神女反向大招 Q 一下，先杀卡萨丁啊，插死，这赵信没什么威胁啊，这赵信被控制也就没用了，我又探员手了，比较烦。这卡拉丁天使加时光，这边别的英雄起来了好针对啊，他们中单起来不好针对啊，因为他们是多 AD 少 AP 的，这种单个 AP 的点出来的话，你就要为他出很多魔抗装，没必要，所以得针对他们 AP 打。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堆一种属性的装备，性价比就很高啊。塔都不吃，这我先老看来是查过我们打野的战绩了，知道打野是个大腿啊，防御塔都给烂给打野，可以可以躺着三分不丢人啊，走，这把我必 carry 这个维恩啊，
我在想这个诺手，等一下哈，普通攻击命中，德莱文要死了，大招框住再 EQ， 他没闪现的，刚好20分钟结束了啊，探明手没了。等一波这个赵信来，十一级，大仗生于天地间，能御于九居人下，还在带。声东击西。假装杀赵信，其实是要杀这个卡拉丁啊！这赵信对我们威胁力度是零啊，这卡拉丁的威胁力度是三，来个五杀好吗？泰坦人呢？这波布伦都没反应过来，他以为我还真要打赵信啊，连队友都骗到了。走了走了，这龙其实不是很想给他们先打小的吧，打大的有点不太保险啊。赵信先杀他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都没闪现，哎，你闪好了，有点快啊，小伙子。暴扣，框住了。感觉他们要投降了，怎么办？十八等于几？还真不好说啊。感觉我可以先来个十五了，他们打不动我了。喜欢吸血，来个背心，EQ 插起，拍拍拍拍，真多手吹的跟他纸一样，让你出水银血啊！你真正的对手是我，当你对线一个英雄没有压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为他针对性的去出装了，知道吧？救一下，救一下。我没大招了，这波吸不起来。我看谁打我疼，还是这卡拉丁。哎呦，打了我2000伤害，跟鬼一样。1900，加这边1100，1200，3100，我这波一共才2600的血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针对他们中央打的原因啊！这一个人比两个人打的伤还要高，他也没做穿透啊。
川川，他没有百分比的。十八、十五、三十三。就是他了，冻住了，有大有巨星，伤害刚好够。把下猜一下吧，这卡丁还想来帽子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左边拉满。